上次那比赛的，好很多啊。显然这次算应该是有备而来。你当然要有备而来，你要上台啊，搞清楚。刚开始还忘词、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渐入佳境的感觉啊。那个将来如果我要找代班，我可以考虑找你啊。谢谢传哥，我一定报道，我一定报道。你就说对于这个现场乐队的这个情况，你一定是。比较没有经验，对，没有经验，兴奋啊，兴奋是其实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我每次演唱都是这样，当然就是整个我自己的状态来讲是已经是准备就绪，那只是说因为演唱会总是希望自己会有这更自己更平常意想不到的那种表现，所以有时候就是来要演出的前几天都会心里面都是七上八下。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就是自己练唱啊，然后要吊嗓子，然后就是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整个演唱会所有的这个节目的流程啊，然后音乐上面的整个的编排啊，歌曲的这个曲目的选择，这些都是就是说很多的这种细节的工作，非常细的。小到就是说，有时候你这个，可能这个中间你要介绍这个歌的时候，你要讲些什么话啊？然后自己的一些习惯啊，就是小的习惯，其实都要去考虑到，所以就是蛮多这种细部的东西魔鬼训练，魔鬼训练，我想他来上台就应该觉得像是魔鬼训练，没错。那当然就是。我想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因为他以前是玩过团，对不对？对，以前应该还是有一点概念啊，要上台前要准备些什么事情。嗯，那这个我想这个要准备上台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心理的这种煎熬了，也已经够你，应该是够你这个受的啊。就是我还是蛮紧张的啊，尤其是在自己的就是说这个因为算是主场嘛，自己的主场，因为大部分这个之前的演唱会都是在客场，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又这么久没有做，然后是新的场地，那当然对于这个歌迷来讲他们当然对我有很多的期望，我自己也对我自己很多的期望，那也希望就是说自己能够不让大家失望。你是说跳舞吗？跳舞就也许吧，也许会即兴来一段这样子。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有时明明明天没有变得更好，那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